今日我哋今日为大家准备咗小霞老师与你金曲音乐会。今日咧，除咗小霞老师之外咧，其实我哋都仲有几位歌手咧会大家献唱嘅。咁希望咧，大家一定会以你哋嘅热烈掌声、热烈嘅欢呼声，同我哋一齐今晚 开 party， 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喺呢度咧，我都先会祝大家身体健康先。咁同一时间咧，请以你嘅热烈掌声，请出我哋嘅小霞老师。 小霞老师系咪好靓咧？Hello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！掌声！欢迎光临，多谢大家。好啦，咁呢个时间咧，小霞都都想同大家讲啲说话，系咪？今日都两个人都冇跟大家，系啊，好挂住大家，咁啊挂住我啊！多谢多谢，啊，希望你哋有个愉快嘅晚上。OK， 多谢大家，今日人才济济吓。OK，多谢，一阵见。OK。 好啦，将个台交俾萧霞老师。好多谢你，Bonnie，多谢你。首先送上一首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随浪随风飘荡。 随着一生里的浪，你在再重叠那一生，顷刻赶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缘分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遥望那一生，心中有你叫过，纵使告别。 多谢，多谢 ，thank you。
非常多謝攝影師你們來同我拍攝。OK， 個聲音夠唔夠啊？你們聽得舒唔舒服啊？如果大聲都就可以唔要講嘅嚇。多謝多謝。第二首唱咩歌咧？我都唔記得咗添。係咪仲有啲打麻將未落嚟咧？啊，落曬嚟，好似後面仲有啲台未嚟啊！阿周生佢哋未嚟啊？阿羅娜佢哋未嚟啊？好，再送上一首徐小鳳嘅歌《情比意思》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少少嘅紅唇綠酒，我哋出嚟跳舞好嘛？多謝。
交翻个位俾下一位啊！